Hello， 大家好，我是阿生。今天我们要来买快，我们今天要来玩又是谁偷走林北的三明治？丢袋 ！Hello，Hello，Hello， 大家好，我是宝。Hello， 大家好，我是小光。今天我们要来玩一款碗国人制作的地图。碗国人不要你了，这个碗国人呢，是我们麦块蠢蛋界最强的地图制作师 Electro Bleach， 翻成中文叫做电磁泡漂白水。就是这个炮姐啊，不是炮姐，他是炮哥，炮哥，炮哥怎么听起来有点脏？对啊，炮哥，我把他取了一个中文名字，这样子大家比较好记。他嘞，做过的地图我们大部分都有玩过，有抓鬼特工队啊，我们玩了3集，没看过的话可以看一下。我们还有玩过他之前制作过的是谁偷走林北的三明治第一代。今天嘞，我们要来玩他制作的第二代。如果爸爸们没看过第一代的话，可以点一下羽毛头上那个蓝的右上角，干嘛？你在想说什么颜色啊？蓝的右上角，你就可以去看看第一代之后再回来啊。如果你跟小光一样蓝的话嘞，我们快速复习一下上一集发生什么事情哦。在不久的之前，我们曾经是一个实验室里面的研究生，不是嘞？发明了一个世界上最伟大的三明治，他可以用那个三明治来统治世界上所有人类的味蕾。结果嘞，我们不小心把那个三明治冲进了马桶里面，冲到了下水道。经过了一连串的大冒险嘞，我们终于把三明治重新组装回来。没想到最后我们竟然被传送到了一个鸟不生蛋的地方。经过了7749天之后，我们的肚子饿到不行，差点把小光还有羽毛吃掉的我嘞，忍不住就把千辛万苦制作而成的三明治给吃掉了。我们今天呢，就要来继续玩这一款脑洞大开、世界上最蠢的冒险地图的续作。那在今天开始之前呢，如果大家喜欢这种有趣的智障类型的地图，妈妈别忘了给留下一个大大的喜欢。那我知道，那要是你今天如果有点大大的喜欢的话，你明天早上去早餐店的话，你就会吃到你这辈子吃过最好吃的三明治，有龙虾肉包着半熟蛋在嘴中爆开的感觉，太丰盛啦！老板娘还会顺便叫你一声帅哥，耶！好像每次都被叫，屁啦！老板娘看到你会叫帅哥，他是不是？会啊，他是不是眼睛沾到龙虾肉啊？哪有？好，那我们先来看一下这个地图旁边好像有两个按钮，一个是绿色的开始游戏，这里有一条路哎、欸，哦，有哎、欸，哦，它是开放，不会这里才是真结局吧？旁边那个是开放按钮，有可能哦。一条是往下的路，一条是往上的路，人要往上走，我们往上走，这个箱子好像没有办法打开，这里好像是矿坑的样子哦，对不对？看下面有岩浆，它好像已经挖到最下面。塔里的那个大厅都出了好大红美珠，这些干嘛？好像不知道，没有可以开，可是里面没有东西。这边有一间房间，第一间房间，这是谁的？另外一个作者哦， 我记得他在那个三，又是你，又新料这次有翻译到哦，救命！哎呦，我已经被困在这里84年了。哇！啊，如果跳下去的话，可以啊，可以跳上来。那你就继续在下。有人还记得他第一代的时候被困多久了吗？76年。你是认真还假的？真的啦！屁啦！怎么可能记得住这种数字啊？76年是不是？所以他被困了，他又被困了整整8年呢。所以哦，他在提示说第一代跟第二代隔了整整8年吗？这太久了吧？哦，这是另外一间房间，作者的房间。这个就是炮哥，我们之后就叫他炮哥好了。炮哥比较好记，好不好？然后这里还有另外一个，这是谁的房间啊？另外一个作者，这是通往哪里呀、啊？啊？哎呀！啊 ？OK， 是越来越诡异了，我进到越来越深的地方了。这里是下面那个地方是不是啊？哦，好挤哦，有可能啊，对啦对啦，通了，绕一圈，对对对对对，所以那个地方仔细去看一下那个他被困在那边多久的小彩蛋。好，那我们看一下这个是什么？这个是作者群啊、这个作者群其实除了炮哥之外，还有炮哥的好朋友们，我们就叫他炮鱼。好，我们来看炮群。OK， 我们来按一下开始游戏，看看我们会不会传送到你群。OK， 准备了，对 ，two one， ready， go go， 耶！啊，你们不开始玩游戏，只有我开始玩游戏，是不是？游戏将于对 ，two one， go go。哦，你是一名知名的科学家 ，Pico 博士的助理员，而 Pico 博士向来以制作奇异荒诞的作品闻名。你刚结束了夏威夷的假期，决定就回到了实验室去找 Pico 博士，或许你会发现让你惊讶的事情。回到实验室的感觉真好，我已经好。所以这个是我们之前在丛林里面，然后那是什么声音啊？一直爆声啊！我们之前在丛林里面，这个故事是接在一起的吗？我经过了好多年，
然后终于逃出去了。对，终于逃出去，所以我们这边被传送到的地方应该是夏威夷。然后啊，我已经好几年没有看到 Pico。闭嘴！我已经好几年没有看到小黄瓜博士了啊！我记得小黄瓜博士的实验室在一个废弃矿坑里面的入口，先找到那个入口吧。好，废弃矿坑，这里上不去，只能够往下。闭嘴！太凶了！他不是应该是要那种隐藏的实验室吗？就过来这个地方，好像哎呦哎呦，实验室的开门密码是三明治万万岁。好，闭嘴！一起喊哦，准备咯，三明治万万岁，万岁，万岁！哦，哇哦，自动门哎，好酷哦！哇哦，2020，哇哦，好酷的。安静一点点，好像有人，好，好像有人在前面的样子。我们是坏人，不对，我们是坏人我们是学徒的。可是是我是学徒，你们两个不是学徒。这样子好了，你伪装成饮水机，那你伪装成喝饮水机的人。啊，那很厉害。不是，我们回来了。Hello， 你是我的博士，不是，你是马自塔博士。你在看那台是微波炉还是电脑啊？你是不是没开机？你在混吗？你在混吗？哦哦，这里是捅谁？捅谁？在干嘛呀？我就喜欢转圈圈，好可爱。旁边有监视器，他监视器照的地方，他在找他上班。监视上班？哎，这是什么？哦，这是什么？虐待呀！游乐设施。就是那个如果你上班旷职或是迟到的话，你就被丢进去的凌虐师。天哪，太残忍了吧！我可以阻止他，不行欸，他就没救了。可能是今天上班都要这样子吧。这个是大可博士，资料夹博士帮你翻。他的门好酷哦！他的门玻璃门，麦块应该新增这种门，漂亮的，没有办法打开，所以我们是要往哪里走啊？好像是往这里走的样子。这边是药水室，是不是 ？Hello， 盖瑞博士跟我念不出来你的名字是什么东西的。然后旁边的箱子，不要玩人家的药水，什么东西？好吧，我已经很多年没有回来，八年了，真的八年没有。他的名字都懒得取，是不是？哇、wow, ，无名博士，你是不是你爸妸的私生子？哦，好可怜了吧 ？Bullet 博士，我发现他的名字有越来越乱取的趋势。Bullet， 这里是他在做实验，他在做挥笔猪，测试项目 PV46-7A， 括号猪啊，三明治没有猪肉，不能倒。这里好像需要钥匙才有办法进去。他们在研究世界上最好吃的餐，所以整个研，哇哦，你看那地板，好漂亮哦！是要剪哪种颜色的线？剪哪种颜色的线？这个实验室会爆炸，坏掉。好像没有，好看到了啦。我们的博士应该是在正前方亮亮的那位，所以我们是要往那个方向走。Go 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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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o！ 我们去找我们的什么博士来着？双黄瓜博士，小黄瓜博士，就不就不。局部不是，这里进不去，这里也进不去。我这个实验室好大哦！真的，有人走人。这个博士的名字 ，Killer 博士 ，Killer。哎呦，请问你是在研究什么东西 ？Hello， Pico 博士，欢迎回来呀，库鲁基。我们八点没见，你还记得我啊？那个啊，你是谁？老了是不是真的是好久不见啦啊是啊好一阵子没见了你老婆最近还好吗老婆 OK 我最近在研究一个阿贝尔人进行过的下午哦这真的很有趣耶何不说来听听他叫做强大的三明治我知道你会想问啦为什么一个三明治会有这样的称呼我其实没有很想知道给我在乎一下好吧OK 好可以请问为什么这个三明治呢是不同的它无与伦比的美味事实上这几乎是世界上最美味最好吃的东西我上一任博士也是这么讲的听起来很有趣你可以带我去看看你的三明治吗不行那你要我问干嘛哎呦可以来当然没问题不是你动我脑勺有小黄瓜东西，小黄瓜发型哦，挺酷的。这样晚上寂寞的时候就可以吃小黄瓜了，太好了。我想说你想说什么？可以吃别的啦。肚子饿啊！小黄瓜很好吃呢，我蛮喜欢吃小。你们去沙坡会那个吗？会放小黄瓜进去吗？不会。沙坡好久没吃了。
我今天才吃沙布威，他还在掉下去，好吃好吃，我喜欢放那种黑橄榄啊，那个小黄瓜啊，都很好吃。干嘛？按这里启动电梯？不要，我要往，不行，电梯哪里哪里？往上不就顶到头了吗？按一下，哦，是我吓的，哎呀，好酷哦。那苹果博士，我可以让我舔一下你的小黄瓜吗？听起来很奇怪，可以让我舔？不要乱舔，不要乱舔，不是，哦，它有地下三层楼啊。哦，到了，这个红红的线感觉起来很危险呢。神秘地下室，好大哦！我看到了，我看到了，我看到了，哎呦，后面有博士在那边传来传去，哎，这个就是我深爱最强大的赛饼子，哇，他这一代把它做出来，去吧，用你的灵魂，用你的身体去看它，去感受它的美丽。身体，我感受。这个赛饼子必须不惜一切代价保护好它。那你是不是应该把它罩在一个什么真空的炉子里之类的呢？如果他落入他人之手，黑暗及灾祸就会降临到这个星球上。为什么？太扯了！哇哇！叭叭叭叭叭！我叫什么？不管了，闭嘴！他有配音了。国王霸主或任何一个称呼的名词就是我。啊！你来这里干嘛？你怎么又不配了？我正在举办一个广招美丽什么绿叶门，这应该是羽毛要配才对啊！对啊，这应该是羽毛吧？不要！但是呢，我看到你挟持了我的生菜叶子，就在三明治里面。我为那片叶子感到可怜，因为他不可以离开这里参加美妙的庆生会。虽然我不知道在庆祝什么，不管怎么说，我都是叶子的领导者，所以我必须为了子民做点事。所以他是叶子的。叶子星球，他要带走我们的三明治。No， 他带走他了。No， 不，不，我不会让你带走这个三明治的。冷静点，老兄，我们用男人的方式来谈谈这件事情。不，我要杀了你！这是你爸是给他给我三明治。想来点柳橙汁什么的喽？东西之类的吗？闭嘴！你手中我骗人啦、啊！说真的，我有一大桶柳橙汁，就像比那个三明治还好的果汁。准备收拾吧！看我的光剑！我靠！没有光剑的伤，你必须冷静下来，兄弟！不要这么不讲理啊！啊不不，你才是那个不讲理的家伙！啊五啊二啊哦哦好，兄弟，给我五秒钟就好了，五秒钟，拜托！为什么？他把东西给我！哎，还我们！啊！我趁你没注意的时候拿着你的三明治了，我想我们晚点见。不！然后他就这样消失了。三明治，不，太久了，太久了。你觉得他会把三明治带去哪里？哦、oh, no！ 天哪！不是，醒醒！他应该会去伟大的神庙沙拉迪亚，这里是所有叶子有关系的地方啊！你愿意去沙拉迪亚神庙帮我带回失踪的三明治吗？不好懒，不好懒的站在这里浪费时间，愿意接下来这艰巨又伟大的任务吗？你很棒，你知道吗？我才不管你呢，你现在就给我出发吧，哈哈！不是，好吧，交给我，很好啊。跟我到传送阵去吧，到那边再下去之后，我会告诉你接下来旅程。快点！哎呦喂呀！哎呦，我没有时间了。你可以不要这么生气吗？OK， 这是什么地方啊？传送阵。为了进到沙拉迪亚神庙里，你必须收集到三把钥匙。听说第一把的钥匙可以在地下深处的神庙找到，就交给你了，祝好运哦。目标：使用弓箭来射击标靶。每个标靶会对应相对应的轨道，我们怎么被传送到这种鬼地方啊？让你抵达正确的方向。如果没有击中标靶的话，你就会死在岩浆中。坐上控制开始吧。好诶、欸，哎呦喂呀、啊，好酷哦！坐进矿车。好，我先看一下旁边绿宝石放置处，请勿触摸。一个生气脸。没要。上面有个按钮。上面有个按钮。上面我好想摸，好想摸到。可以、摸到了，摸到了，哎、欸，摸到了，好赞，好赞！按钮没有办法做任何事情，可恶，没事啊，出来了啦，这不是 find the button 啊，两位，这是，嗨、欸，呜、
我可以把车子推出去。结果一下，神秘弟弟，结果一下，可爱哦。嘿嘿嘿。没有其他的东西了，走吧走吧走吧，谁要谁对那个自己射的技巧非常非常有自信？羽毛，羽毛，我最会射了。好，那交给你坐上去，也这里开始。那你狗嘞？我有了，我有了。看来你不在矿车上。射到了。啊？哎、欸啊！羽毛，羽毛，羽毛！射射射！有了，有了，有了！哇、哦，我操，自带 BGM 没？哇、哦，我超强的羽毛！羽毛射人呐、啊！好、啊，对不起，他不是敌人。哇，羽毛好强啊！羽毛好准啊！这难道就是 FPS 高手的视角吗？太厉害了吧！到底抢了命中命中命中啊！没那么夸张啊！哇，有一个！哇哇，这反应速度！哇哇，又中又中，好强！哇！哇，我第一次附身在羽毛身上哎！对啊，哇，好强！这反应速度！好猛哦、喔！我好紧张，稳了吧？到了到了到了！你好强啊、喔！谢谢谢谢，一只狗，谢谢，稳了吧？好猛啊、喔！这是哪里？Hello， 乌波乌波。不久之前，俺在这个矿坑里找到一把奇怪的钥匙，俺不知道这把钥匙要用在哪里啊，所以就给你们吧。俺听说凉拌菜市村也有一把这个东西很像的钥匙，你有兴趣的话，可以从俺背后的洞窟进去那个村庄。背后的洞窟，哦哦，背后没有洞窟，不是那个地方，不是那个后的。OK， OK， 他们在采鹅卵石，有人在这里，这批鹅卵石很稠哦。你来啊！我拿到神庙钥匙，我们要收集钥匙呢。那三把钥匙进去喽。哦，哎呦，加起往回走，不能无法走回去了。好，继续往前走。啊、这代跟上一代比起来，好像又更精致了一点点。对，游戏是很特别的那种哎。哦，有听到流水声吗？小桥流水到了，丛林木道路。OK OK， 哦，好舒服的感觉。哦、到那种为什么有骷髅头？不舒服，太不舒服了。有人哎，You make tools， 谁呀？欢迎来到凉拌菜市村。OK， 他是凉拌菜市村的村民。我们要先下去游个泳之类的。哎、欸、哎、欸，没有办法游泳，可恶！水有毒啊！这里是土著部落啦！你看上面抬头哦，这是树屋哎，树屋哈，看起来应该是树屋的感觉。好，那我们去凉拌菜市村看看，有没有什么海蜇皮可以吃之类的？好想吃凉拌海蜇皮哦，好饿哦，好吃，好吃，真的脆脆、冰冰凉凉、酸酸甜甜，哦，口水一直流，口水一直流，水三明治里面，今天这集口水声很多。我爬到树上了，这是哪？哦，听到羽毛最喜欢鹦鹉的声音，啾啾声。主要村庄往左走，右边往祖母家。我们要先去看奶奶，还是先去阿主要村庄？去找阿妈。阿妈，大家的祖母。对，大家的祖母。哇，阿妈很会生的阿妈。阿妈，嘿， hey， 你有吃过糖果包装纸吗？吃起来超赞。什么东西呀、啊？哇、wow ！我怀疑他们是不是这个近亲繁殖，所以智商都不太高。哦哦，那个阿妈在那堆，说好的阿妈嘞？阿妈不在这，阿妈走了，死路嘛阿妈，所以被骗了。绕右边应该是可以到上面，我觉得阿妈应该是那种很尊贵的老人，所以我上来了，所以应该是在树的最顶端吧，对不对？欸、这里真的好多好多居民哎、欸。对啊，再往这里走还可以再上去的样子。阿妈，在上面。阿妈，所有的粘液去哪了呢？粘液是阿妈啊！我的房子，我的门，通通都是我的，谁都不准进来。可恶！好好奇里面是谁啊？不去。所以阿妈在里面，她可能……好吧，那我们不要先去打扰阿妈，我们先去主要村庄好了。哈，欢迎来到迷人的凉拌菜市村啊！Hello， 那个我正在寻找一把钥匙。讲白一点，我需要到萨拉迪亚的神庙去寻找第二把钥匙。你知道钥匙会在哪里吗？哪？当然知道，就在我身上呢。拿去吧。希望这次你再找不到死我。我太胖了，对不起。哦，踩坏了。不，钥匙掉进台上的洞里了。你拿得回来吗？
因为我鼻子痛到非常困扰，没有办法自己下去。不要，感觉好可怕。妈，这样就太不幸了，因为我肯定没有办法亲自下去。看来我们是再也看不到那把钥匙了。好了好了，我自己下去。哎呦喂啊！为什么大家一起讲话？但既然你要进去那个丛林的话，最好给自己找一点装备。我建议你在出发前啊，可以找个铁匠拿一些装备和武器啊。我不是只是要下去而已吗？不是在楼下跳怪物是不是？太肥了，撑不下去。好，请问你卖武器吗？真是糟糕的一天。我希望可以来点马铃薯。马铃薯，来点拉夫拉夫的铁匠。我喜欢钢棒吉他的声音。钢棒吉他是啥？什么东西？我们从来没听过。在往上走吗？我要找会打铁的人。你会打铁吗？每当我想要使用我的电脑的时候，它总是显示无法开机。不，不要学这个。只有我删除了 Steam 三四资料夹之后才可以开机吗？这是骗人的，不要删除这个资料夹了。删除了之后，你的电脑就再也打不开了。看下去。我喜欢长时间盯着太阳看，很痛。你是不是瞎了？有的呢，这个村庄的人都有问题。我们有项任务，想要前往丛林里面去寻找钥匙，可以提供给我们什么装备吗？当然，只有前往丛林的冒险者可以拿到最好的装备。我所打造的装备可是这附近最精良的，所以欢迎你们来挑选自己喜欢的装备吧。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祝你有个美好的一天。好，我要用马铠，小光装马铠。我不要装马铠，我要钻石装，我不是马。没事，没事，你不能穿裤子。没事，我没有打算要穿裤子。气有了，有了，耶！我的刀，帅气。还有其他的东西？不，没有办法拿剑。好吧，好吧，好吧，那就这样，可以打下。不行。不行，好吧，应该 OK 了，所以接下来我们应该是要下到下面去，然后去把我们东西捡回来，对不对？阿柔，对，我真的无法克制自己喜欢上吞音符这种事情，不要，小心，因为里面应该有100颗吧？哇哦，天哪，这里为什么有个洞？哦，哇哦，下去看看羽毛，羽毛。不要！真不行，非把小光上去看看。我不要。你觉得他会死掉还是会有水？我觉得会有水的。我感觉那是岩浆，你不要骗我了。他岩浆下面有水啊，都这样子的，都这样子的。有水吗？有水吗？对。真的假的？真的。好，吓到了吗？好了好了。那我们要怎么上去？还有个按钮，还有个按钮，在哪里？大家跳起来！好哦，好，我自己回去了，再见。哎呀，哎呦，哎呦，回来了，回来了！有了，有了，有了！没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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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事。要找回钥匙的话，就要跳到这个洞里面。好，洞门。不是，不是这个家伙，这个家伙。好的，好的。喂！好。哦，哎呦，声音好酷哦！等等等等。哦嘿，我抱歉，我打了个喷嚏，我刚刚有只猫经过这里，让我有点敏感。OK， 我今天过得如何？不错，一般一般。那就好。OK， 高飞吧。今天超棒的哦！不久前我从村庄的孩子那边吸收点新鲜空气，一只奇怪的样子就在我面前所以我就把它拿走了。还给我。不行，就是这么神奇，你不觉得惊讶吗？还好。哦嘿，有没有参观我的洞窟？我参观过一个空空的洞窟了，不，我没什么兴趣。喂，被强迫了。哦，我不到了。哦，我记忆中的还有人呢。哦不，这怎么可能？马上闭上那门了，这一切都搞砸了。哇，啥？哦，我的意思是，这就是我记忆中的一部分了。计划。计划中的一部分的，被我纠正。所以你刚刚是说你忘记关上冰箱的门，所以你的计划完全搞砸了。不，你记错了，没有啦，会笑的啦。我听得一清二楚呢。没有啦，你听错了啦。超清楚的呢。你听到什么？你说一次啊。
冰箱计划搞砸？没有啦，你听错了啦！你说你毁了自己的计划？没有。你说，那是你说的啦，我没有说。像卢小小哎、欸，啊不，那是你自己讲的。这剧情怎么卢小小？到底在干嘛？我不对，根据我的计划，一切都按照我的预想进行。你刚刚说你又想出新的计划，他是坏人是不是？才不是，我不是坏人。你看他的肚肚，他的肚肚很邪恶呢。你刚刚不是这么讲的呢？那是我的刺青啊，不要看。刺青啊。不，我的计划一直都没有变啊。所以你的计划是什么？烦死了。对呀、啊。你讲的根本没道理啊。喂。你才是说话没道理的那个人，坏人。算了，你可以给我钥匙了吧？不要打喷嚏了。因为我要杀人、我是说，给我看看你收集的雪人吧。雪人？嗯、对啊，雪人。我是抓了雪人。没错，我抓了雪人，关在我的巨大冰箱里。但是你不是忘记关冰箱的门吗？他到底在干嘛、对啊，所以他应该会在这里的任何地方。没有，没看到任何雪人啊。你一点都不在意那些肉食性的雪人在你的？为什么雪人是肉食性啊？在你的洞窟里面疯狂乱跑吗？为什么要在意？他们只吃人类和蜘蛛啊！你不是蜘蛛啊！你不是蜘蛛、啊！我靠！你怎么才去了？演的你倒是让我想起来这件事我想我没有麻烦了。哇，这太可怕了！我从来没有想过会发生这种事情。滴，抓了几只雪人回来？大概2000只吧。养你个头啊！我没有认真数过，大概25。OK， 好。我好像看到他们了。对，哪里？那里？哪里？啊！哪里？雪人！好痛，好痛，好痛！哇！哎呦，干掉雪人！哇！好多雪人啊！快点，杀掉！25只！痛！哇哇！怎么扎？雪球为什么要攻击力？攻击力！小喵哟！哎呀！19只。39只雪人的，真是谢谢你啊！11只，只剩11只雪人了。好痛，好痛，都会回血，好痛！驾，驾，驾，过来！有了！带！很小，两只！我快挂了，我快挂了！又坏了！没事，重生！拉斯多！哇驾！哇，谢谢你处理掉那些讨人厌的雪人如果没有你，这件事情肯定没完没了。不用客气，现在我可以拿回我的钥匙的吧？不行，我要吃了你，你再也没办法拿回你的钥匙了。拜布！啊？哈？不错。拜布！拜你个头！这个吧，因为我很饿，拜托让我吃。神经病啊！就不可以给我钥匙再说吗？你给我钥匙，我再给你一点点我的肉嘛。小光那么好吃，就像我刚刚说的，不行，是时候面对你的死亡了。Oh my god！ 目标：杀死蜘蛛 Diglin。哎呦喂呀！吃我贱贱！哦，还想吃我贱贱？哎呦，好痛，好痛，好痛！还想吃人啊？我们是公用血条吗？我们好像公用血条哎。哎小子哦，哎小，哎呦喂啊！不要打我了，还想吃啊？你在旁边当配音员呢、啊？还想吃啊？我要吃你！哎呀，我要吃你！吃你！等一下，你们两个给我过来啊！吃你！哎呀，为什么？你们这样二打一不公平！哎好痛，好痛，快挂！我要吃你！我要好痛，好痛，好痛！我来，他血好厚，他血好厚！哇！拿到钥匙，什么钥匙？什么钥匙？Hello， 我们回来了。你找回我的钥匙了，你可以带走它，毕竟我也用不到它了。谢谢你的慷慨。对了，你知道第三把神庙钥匙在哪里吗？我并不清楚哎、欸。我看错了，是个家伙的，就是。看错了吗？但你应该可以在村庄附近逛逛，或许可以知道钥匙的下落。奶奶。他去找奶奶，会不会啊？奶奶、有可能哦。奶奶是长老哎、欸，所以我们要绕回去，我们去找奶奶好了。奶奶应该是在最高、最高、最高的那个地方，我们刚刚进不去的那个地方，我猜啦。奶奶，我们好像只剩下奶奶没有去过，对啊，阿妈。我喜欢这个书屋，
奶奶的门可以开了。哦，嗨，奶奶，大油猪母。哎呦，你要不要来尝尝我做的松饼？不了，谢谢。那个，你知道萨拉迪亚的神庙的第三把钥匙在哪里吗？啊，哦，在啦，我知道啦。但在这之前呢、啊，你要听我讲一个短短的故事啦。有多短？就是要从100万年前说起哦。太久了吧？我出生在1922年，超久哎、欸。那时候有个钥匙守护者，他收集了2000万把的钥匙，太多了吧？其中啊，就包含了那个圣什么拉的这个神庙的那三把钥匙。有一天啊，他前往那伟大的神庙，并把那三把钥匙放在了地上。不久之后，一个恶心的树叶怪物突然出现，并阻止了那个钥匙守护者打开那个神庙的门哦，还偷走了那三把钥匙。哦，他生气的喊道：“天哪，兄弟，我们正在玩 Xbox 哎，你为什么打扰我们游戏？”哦，之后那个烟猫那个怪物哦，他就把那钥匙藏在世界各处哦，这样他就可以不会再被打游戏的时候被打扰了。因为这些原因哦，那个钥匙守护者急切的想要把那个，面不冲，阿妈，你这我好累。那个英文字母不太会，就那个树叶怪人有更深入的对谈了、啊。也因此，他花了30多年的时间寻找那些钥匙，直到某一天，他终于找到了其中一把神庙的第三把钥匙。不幸的是，没过多久，阿妈也瞎了，阿妈累了，就离奇死亡了。那把钥匙就跟着他的棺木一起被埋葬了。哦，你或许可以在阿妈，阿妈那个地方那边，因为你们自己翻译的不远哈、哦，找到一些情报啦。事实上哈、哦，你也可以带我过去啦。可是这样事情就简单过了。如果你准备好就话，跟我说了。嗨，我们准备好就话。好快哦，故事很长哦。阿妈，你好善良哦。那么我们就在这边出发吧。来，我对你们带路。哇哦，好嘿。阿妈嘞，被先机掉了吧？还是冒险的过程中弄丢了？阿妈，哎，好啦好啦，这样也好，就不用叨叨讲这么多。正在抵达无人之地。哦，哇哦。那、啊、这里是什么地方？北方之路，我们要先去北方之路还是无人之地？我们去北方之路好了，一路向北，一路向北，好不好？好，向北，要向北方。也许阿妈在这个地方。阿妈，阿妈，阿妈，我的血快没了，阿妈，阿妈，我不想找到你，你好咋凉哦？这里是虾米野墓园。虾米，有马哎、欸，我们到了。对不对？等下我们走过来，看到阿妈的墓。哇、哦！好可怕，不要了。长名于此 ，Lisa。OK， 这里面有什么一朵花？我想知道那朵花旁边写告示牌，我想知道上面写什么。上面写什么？不行了，不行了。嘿咻，当作没发生。上面写哦吼、okay 哦，出不去了吧，妈妈？哎，睡醒。哦哦，你会爬上面，然后掉下。哦啊啊啊啊啊！哎啊啊 ！OK， 我拿到了一朵小红花。好、啊，我们往外走。这是幽灵马啊 ！Hello， 有人在吧？啊，他不像人。Hello， 欢迎来到 Br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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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墓园，这是一个绝佳的地方，可以。凝视着古老的石头吧，离奇下，他的胸口有钥匙。谁？我是伟大的钥匙守护者，那个持有超过2000万把的钥匙守护者。雷赫，我起来加寻找那个萨拉迪亚神庙的第三把钥匙啦。好，当然，钥匙就在我的肋骨里。但是呢， okay. 除非我们光明正大处理好这件事情，哦不，否则你就无法活着离开这个墓园。处理什么？你看，在那个 br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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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藏起了那三把钥匙之后，我花了30多年去寻找他们。哦吼，而这是我唯一找到的一把钥匙。这是最珍贵的宝物，我不会让任何人拿走它，除非你给我一个能接受的理由。想拿到钥匙吗？
就得加倍努力，所以来吧 ，Yuki 决斗吧，来尝试自己的剪刀石头布的决斗。剪刀石头布怎么玩？你和对手可以从三个选项中选出剪刀石头或布，胜负条件由各自选择的物件来决定。举例来说，石头可以摧毁剪刀，而布可以把石头包起来，而剪刀呢可以剪碎布。两个玩家说，谁不知道这个游戏怎么玩的？好难哦。OK OK， 好。谢谢。现在出拳的玩家是小光哎、欸，来，你有什么、布、石头跟剪刀？剪刀。我们要出什么？我们你看他的手，他只会出石头。哦。再出布，我再出布。好，好，出布，出布，出布。你选择出布。他出剪刀，这怎么做到的 ？No， 他怎么知道 ？No。哦哦哦哦哦哦哦，还是你吗？还是你吗？对，还是我。OK OK， 看来我还能继续保有我的钥匙了。Round two, round two， 所以他的手会出剪刀。对，他刚刚出完剪刀，你刚出完布，他一定会觉得，他接下来会出剪刀，所以我们会出石头，但其实他会想出布，所以我觉得出剪刀。好，剪刀喽，剪刀，剪刀。Yes, yes。我看透你的看透。Yes， 看透啦。Round two 结束，还有两回合。所以这个游戏都是小光玩。那羽毛，羽毛换你猜，羽毛换你猜。好好。剪刀赢了，所以他想出石头，然后他因为我们出布，所以他出剪刀，所以我们要出石头。石头，石头，走喽！完全没有搞懂。哇！你好聪明哦！我看透你的，看透的，看透，看透的，看透他，看透的，看透。哇！哇！最后一回合，小光最后一回合是你，每个人一人一回合。刚刚。他出了剪刀，所以我们用石头赢了，所以他会想出布。可是如果他出布的话，会输给剪刀，所以我们要出布。好，布，好，出布，布。米流，完全不知道这些攻杀。哇！看破你的，看破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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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赢了，四回合都结束了。耶耶！哦不，你打赢我了。那好吧，钥匙是你的了。我能问你为什么你想要拿这把钥匙吗？这些怪物拿着我朋友的三明治，并把他带到神庙去了。我需要去找他拿回我的三明治。我明白了，朝着北方之路一直走下去，你就会抵达神庙。当你进到庭院之后，把三把钥匙丢进了那个钥匙放置处。祝你好运吧。我身上剩下一把钥匙，哎，怎么这样？这边有两把，怎么跑到你身上？给我两把钥匙哦。给你，给你。OK， 三把钥匙都凑齐，阿里嘎多呢？你看起来真蛮好的，哎，拜拜了，拜拜。拜拜。你可以再花个几千万年磨练一下你的那个剪刀石头布的技巧，太容易被看透了吧？OK， 什么东西真香？哦，他活太久了吧？哎，三四四年。阿伟，他叫阿伟，他叫阿伟吗？欸、真的、欸，阿伟，阿伟，阿伟死掉了，你又死掉了。OK， 好，北方之路一直走下去是哪里啊？这里吗？这里是墓园哎、欸，还有其他墓园哎、欸。不，信喵，不 ，no， 不，这应该是测试人员。白猫，我喜欢猫猫，它也活太久了吧？这又是谁的？谁的墓园？好像不认识，我喜欢吃泡菜。还有骨头呢，下面有他的脑袋。哎耶，我们离开这里好了。好，我们如果要去神庙的话，还是他讲错了。哎，出不去了，又可以出去了。好，哪里？神奇！我刚才为什么直接挡住了？所以应该是走这里仓库。仓库有东西吗？有书哎，重要资讯。给所有想上厕所的人都必须知道的重要资讯。我们有三本书。嗨，各位，不要在坟墓上尿尿。我知道这是一件吸引人的事情，但对我们这些墓园工作的人来说，这是非常火大的事情。你为什么一直在干嘛？吓死我了！这对我们来说是非常火大的事情。我们大可以去其他的地方放松心情，而不是在这里认真工作。尤其这边头痛、清你们的粪便这种事情，请避免做出令人困扰的事情。要尿尿去厕所，谢谢。好，谢谢。哎呦。咚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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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咚好像是别条路哎、欸，
对对对对对，哎呦，哇，这什么？此路不通，危险，没有任何的理由。总而言之，通路就是封闭了。OK， 好，哇，各位，好壮观哦，哇，这应该就是神庙了，哇，这什么？绿绿的，钥匙放置处，来喽，钥匙应该是丢在这上面吧？嗯，经过一下啊，哎咻，哎咻，哎咻。哦哦哦哇哦酷啊哇哇哇哦好猛啊咦里面好多人哦在干什么还我还我伟大的三明治哇耶Just casually standing in the doorway. 哎呦，感觉需要战斗，他们的脸怎么长得那么恶心？束手就擒吧 ，Leaf Man， 把我的三明治还来。嘿 ，OK， 好。哎呦，还有仪式哦。迪公杀小啦，哈。Yes, I was actually planning to eat it all alone. 不。不允许。Dr. Pickle sandwiches are, and after hearing that he had the best sandwich in the universe stored in his basement, I knew I just had to get my hands on it. 就这种超长桌。So I did. Today I will eat it, and there's absolutely nothing you can do. No, 那是我的三明治，还来，还来。Attack! Now, 下回。不！哇，我们要三个大全部吗？哦！树叶仆人。哎呦，凶贼啦，凶贼啦，凶贼，好痛！哎、欸，不会痛，不会痛，我们的装备超强，我们的装备超强，不会痛哎、欸！哇，仆人，装备超强，很小，很小，行啦，可以，我来了，舔我，舔我，舔我，很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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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又傻又傻，很小，他们的声音好可爱，好可爱，对，哦 ，OK， 会痛了，会痛了，还有一只，还有一只。善良，我趁主人没有注意到的时候打开金库的大门，我在里面看过你的三明治，快在他回来之前，你赶快进去。你人好好哦，真棒！谢谢。可以砍他吗？我神枪的哥 ，Go 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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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o！ 冲啊！三明治是我的，我要吃。哇，好大！好好好，看到了三明治，在这边。抢回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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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抢 ！No！ 没有。不好说，不要那么诚实好吗？不！夜神啊，不是人生，是夜神。不准对他下手！哎呦，击倒！哎呦，哦，攻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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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会会会会会！哎，攻击！快下！人呢？后面！哎呦！是你！他召唤，他召唤小怪，树叶仆人，攻击他羽毛！啊，好痛！快下！撑住，撑住，撑住羽毛，撑住，撑住！呀！拿回来了！三明治！终于，三明治又回到我们的手上了。我想是时候回去实验室把它还给 Pico 博士了。耶、yeah! ！哇，我直接传回来哎、欸，好方便哦。啊，为什么不直接传送到他的金库？对啊，对，为什么？博士，博士，我们拿回来了。Hello， 博士，哎、欸，都没人。博士在楼下，哎、欸，楼下下不去。博士，放上去吗？博士，博士嘞？博士不见了。还是他在第三代的时候他才会出现吗？有可能，哦、有可能哦。有可旁边还有汉堡，哪里？他们在研究汉堡哎，那里啦。对、哦，他们在研究汉堡嘞、哦，所以第三代可能会有汉堡哎哦。哦，他们已经放弃三明治了，白痴哦，超、哦、坏的啦。Right， 今天这集 Amazon 差不多跟到这喽，希望大家会喜欢这一款智障三明治的地图。如果喜欢的话，别忘了可以留下一个大大的喜欢，让我们知道。我们下期见喽 ，See you guys。拜拜。